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拉完这一款第七幻域，给它下载解压缩一下下。直接进来是不是？游戏的话是1月17日开始测试，测试到1月26日。小声一点点。我来看一下题材哦，放置卡牌美少女哦，众神题材的放置 RPG， 所以有一些女神吧。为什么只有人类可以增加命运的命，挣脱命运的枷锁啊？好。这是路服游戏，所以应该会包的还蛮紧的吧？包不紧的话，没办法上架。路西法，这游戏我有印象。那个路西法那个角色 ID， 我角色的形象我有印象，可能又玩过某某版本吧。好，这种女神的游戏之前有玩过蛮多国外版本的，就是他会用那种漫画的那种分割的方式，把角色放在下面，然后使用一些技能特效来攻击。游戏的名称我去查过了，就玩之前我先去搜寻一下我有没有玩过，那我是没有玩过，名字没有玩过，那就进来。这个例会我影响，好吧，你就 play 上面很多 goddess 的那一种女神卡牌，很多都长这样。我们配置一下，有没有什么资讯呢？好，反正我会把这种游戏归纳在那个除了放置之后，我还会归纳在那个美少女卡牌养成吧。所以那边应该可以搜寻得到有什么女神叉叉叉的。好，这个圣女贞德我有印象啊，应该说蛮多角色都有印象的。哇，正在连接网络不稳了。今天是1月19号礼拜五。比较没什么新友了吧。好，获得了圣女贞德，它是黑翼版的。黑色版的。有点那种修女，然后又加了翅膀。真奇怪。lag 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挑战 BOSS 非常华丽啊！角色都很华丽。命运女神 LV2， 这是我吗？他好像少了语音啦。好，继续连接网络，lag 的。哦，特迷斯 LV3 哦，所以这是那个他的名字，特迷斯是他的名字。1-3，比较不顺啊，没办法。神格，哦，我还挺想念在学校的生活。分类在神格里面就是女神吗？但这个看起来是学生啊。
对，这个感觉是学生，然后这两个一个是真德嘛，西服我不知道。好，继续跟一只火焰幼龙打。好，可以两倍速，这边最多到四倍。女神降临，打响末日之战。有一点点语音哦，刚刚那个卡牌那边可能有一点点语音吧，神龛哦。好。午夜，召唤一下上古召唤。好，今天礼拜五嘛，再来就要放寒假了。以前啊，刚开始做频道的时候，我都幻想说，寒暑假学生比较多，我的频道可能会比较有流量。错了，根本就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单纯就是你的幻想而已。啊，换了潘朵拉，我这边就放置是打一些怪啊，然后这边有点那个日本的那个鸟居有没有？我们再打一场好了。啊，木乃伊战士，这哪是木乃伊啊？乱放，这不是他们那个一种神吗？埃及的一种神明，就是长那种狗头啊，狗头人身啊，忘记叫什么神了、啊，忘记了。埃及是多神教，就信仰多神，各种神他都会信。啊，网络不稳。网络不稳啊！不要再网络不稳啦、啊！我们待会那个把界面看一看吧。反正玩法大家知道了嘛，就是直面式战斗，然后人物会放大，有的是直接跑出来，他是直接在下面直接跑出来，这样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哦、啊，这是我的 ID 哦，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名字那么奇怪，我哪我都不认识，原来是我们呐、啊！我们就是扮演这个美少女啊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有设置音乐音效，然后新手活动，反正它就是一个中文的游戏啊。我之前玩这种女神游戏，有些都是国外的，都是英文的。那有没有台服？我不知道台服也许也有吧，就是要去找找看啊。反正现在就是有陆服版本嘛，台服版本嘛，我都有可能会玩到重复的，或者是有时候他给你偷天换日，换个名字，哎，我也没办法，直接只能进来之后才发现是这么一回事的。那我都会想说，我都玩了，那就玩吧，就像你洗头一样啊，洗头洗一半总是要把它洗完，不然停水，我嘞。好，这个是三任务啊，三个任务完成第一序章，然后这边还有完成任务可以获得这个爱丽丝哦，莉莉丝女神，反正全部都是女神，就还蛮美的啦，只是衣服是比较保守，一定是比较保守。好，首充，这刚刚我看了嘛，3天，哇！980元首充，好像要乘以0.4吧，乘以4.5吧，台币去换的话，可能要乘4.5吧。台币一直贬呢、啊，我不知道现在贬的怎么样哎、欸。我就觉得每个月转那个广告费的时候，会把美金转成台币，稍微看一下，而且那个银行给的利率很差。他要赚你手续费啊！我觉得跟我看到的都不太一样。哎，又在连接网络了。啊，瓦尔基里是战争女神吧？是不是？
常常出现就是一个拿一个骑士啊，我好记忆，可能是某某某某神的女儿吧。然后这边是新手失恋七日的，可以玩的有很多啦，就一直挂，一直挂，一直挂，一直挂。这种游戏也是这样，就是一直挂，一直挂。那因为那个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就是我如果玩路服游戏，网络会出现不稳。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这边更换阵容，这三个可能是辅助啊，还是之后会上。二至五才开哦，时间够不够？我们来刷一下二至五。如果塞的话，就是这边在塞啊，格子会越来越小。有没有跳过？有跳过。跳过可能好。第七天有嫦娥，嫦娥奔月。不要再卡啦！在线奖励。我最近都是六日才玩吧，才找路虎游戏来玩。我今天想说啊，先来玩一下好了，因为六日没新游，我就找一下路虎游戏。我现在先打到二至五，看那个格子啊，埃及守护者，这个是人面狮身那边吧？法老王啊，法老王才是长这样吧？再重复了。我们应该能打过吧？看起来，对，还是能打过。还有圣诞帽。好，美杜莎这边翻成美杜莎。例会是还不错啦，就少了语音，稍稍可惜。好，第四个神格，等他一下。他帮我拖时间呢、啊，买加烈耶。对，那养成的部分，一件装备。属性升级，这边是有晕啦、啊。百家烈，装备看一下，一件装备还不能强化，可能那个还没有资源，或是还没有开，哦，还没有开。然后有一些时装，看角色吧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可以隐藏。首页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放看板娘。看你喜欢谁。就美少女卡牌游戏嘛，就是当桌面，当桌面看这样。但是包得很紧，硬不起来。拳头，我是说拳头。不要误会了。好，那这样看起来是又分割了，有没有？更小一点，那就往上移，然后这边再小一点，就前三后三这样，不是采用辅助的。有的为了要呈现那个女神的那个例会，他这边用一个那个轮盘，就组队在这边，然后用个头像轮盘，然后例会全身，然后放技能这样。哇，那这游戏还没有。好，美杜莎，黑白的还不能看。月夜剑尊，我不知道是谁。阿努比斯啊，就刚刚那个，就有点像这个、啊、狗头的这个阿努比斯啊。当然是没有什么性别啊，那这边就全部都女性化嘛。米迦勒大天使，不过这是 UR 的。我们是百家乐 SR， 啊，波塞顿，伊邪那美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天照大神之前的赫拉，这个应该都是一些东西方神话啦，哈，奥丁啊什么的，雅典娜，我之前好像玩这个的时候也是有稍微介绍吧，
稍微讲一下，反正也许玩过台服也不一定。啊，聊天室，西蜀杀人刀，莎士比亚苏西，江江沙沙江，沙沙讲，小鹿不撞。那我名字比较普通啊，就哈姆。好，这边7天登录。你看，那不是新年啊，人家的那个活动已经是圣诞节加新年了。那陆府还在测试，就是说这个游戏其实在别的游戏、别的地方都已经进行搞不好一阵子。那这是1024抽，102天呢、欸，这我真的有印象啊，这游戏真的有印象。反正就大概100天拿个1024抽这样，每天送个10连抽。然后一开始没有马上送你，你必须等级到了才可以领。好，那就试玩到这边吧。这是陆服版本，游戏名字叫《第七幻域》。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。你有开喜启小欢铃的铛，人我们吗？下期再见，要不大家要拜订阅我拜。一下？